简直是神族中的拆本座呀、啊！哇，是条汉子呀！欧比退了之后，二话不说直接冲出来打。哇、哦，漂亮漂亮！在欧比临死之前把所有元老给点光了，然后闪电临死之前把所有元老给点光了，然后闪电也精准的电到了所有的头枕，瞬间这波居然冲的这波操作可以打满算，非常漂亮。大漩涡漂亮，电，继续往前爬，非常的好。然后，这上面的机甲死的好可惜啊，被后面机甲堵路了。要是把血少的机甲拉到后面一点的来输出的话就好了。这里哇 ，AP 的防守确实有独到之处啊！AP 这里部队非常多，都在高地上哈，现在往后收缩一下，毕竟刀枪是闪电开路的。哇、哦，漂亮！这两把剑电的太完美了，全部的 Throw 都被电死了，而且刀枪的是一个双两面一起上 ，AP 的机甲虫在中间输出的能力比较的弱，但刀枪这里没有电了，电，还有没有电？这两个电兵漂亮，放出这一把关键的电，就直接给这波带来了胜利。完全不服龙族，全部在小自己的这个变成战斗力漂亮，三个紫杉撞了三只飞龙，全部残血，然后后面两个飞龙补刀。我靠，杰基哥神一样的操作呀、啊！这个简直是这波能打出来最好的状态了。我们看这一波还有来的杰基哥的一个、两个爆杀了三个、四个、五个爆杀了五个坦克好像，哇，然后再加上误伤什么的，这边应该是至少就半队还多坦克没了，只剩下三辆。他这个擦擦的衣服，你看到四子第一时间是往疯子家里走。他明显愣了一下。这波有吉鲁宝的帮助下，头尾直接喷地堡。但是这个建筑学的重要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地堡一定要完美卡位啊！对，完美卡位。这就是为什么地堡要造的靠后一格。疯子太猥琐了吧！这一波他竟然不打，你知道吗？对啊、换个人，200多的牛早就也。他一定要在对手站到洛克射程里的那一瞬间再上。这波两面包夹。召魂除非三个剑虫在中心完美输出，有些都打不过呀。哎呀，又死了剑虫，左边剑虫也死了，这波牛太他妈多了，吓死我了！我操，这怎么玩啊？这个游戏不应该这样吗？
선물 짓는 걸로 선물 걸어놔도 되고 지금 사건으로서 스타벨커 풀어야 돼요 지금 다시 또 체제를 바꿔야 되는 상황이라서 자 스코지 일주일 힘을 길러야 됩니다. 그렇죠. 기다리고 있어요. 다시 한번 끌어낼 수가 못 들어요. 그걸 막고 있는 이재동 안에 쭉 들어오죠. 자, 가는 힘을 유지해야 되는데. 네, 가는 빠르다. 와, 이번에 아무 자체가 이게 터집니까? 보통기랑 달리 간다. 밑에 맞나요? 예, 잠깐만 더. 참기대가 신한기 이영호. 올라가는 결국이거든요. 네, 예수가 돌아가요. 결국 이제 수비하던 병력이 바깥쪽으로 나온다는 것은 본인이 가스가 자원이 많다는 거죠. 그러니까 적의 가장 전통적인 이런 공격 방식인데 히드라 돌파예요. 히드라 돌파. 머리가 좀 멀고 해서 예, 그쪽에서 좀 군민증을 노리지 않을까라는 생각하여 군민증의 선수를 많이 건설했는데 초토화됐죠. 예. 그렇죠. 결국 이제 백업 병력은 이 뒷선에서 정원인과 함께 잘랐습니다만은 그렇습니다. 네. 자, 들어와서 이번에 끌어넣고 이번 걸 잡아내야 되는데요. 그리고 제가 안 하면은 쓰리카트 지역을 먹기가 너무 힘들어지니까 그래요. 들어와서 싸우고 있는데 자, 뮤탈리스 어린들이 비가 위기에 빠졌는데 이 드라치를 막을 수 있을까요? 멀티가 위기이기 때문에 네. 이 드라치를 위한 스쿼시가 없어요. 그렇죠. 커버링 깨. 자, 커버 깨졌고요. 잘했어요. 거의 대박이야. 대박이야. 제 절대 용납 못한다. 동일한 질드 동일한 체제로 출발을 했을 때 나는 절대 밀리지 않는다라는 것을 네. 보여주고 싶네. 질드 이번에 들어오는 것이 발견하고 빠르게 갑니다. 자, 여기 내기네 거북이 하나하나 잡아냅니까? 순식간 녹입니까? 이 국가에 통원하면서 트랜스미 2세 공간이 됐는데 자, 이제 묵집 파울을 터졌고요. 제대로 내리 못했거든요. 자, 지상군 그냥 들어갑니다. 들어갑니까? 싸움 겁니까? 불견적인 경험을 하고 있다니 같이 싸워보자 라는 거예요. 저 골략 함께 들어 싸우는데 이번에 배틀 오른쪽에 붙어야죠. 야마토 이번 싸움 주감이 못 빼요. 못 빼요 빼면 끝나는 거예요. 빼면 끝나는 거야. 배틀에서 이겨내 파티에요. 이 영화 있나요? 배틀 이제 다 영종 나는데요. 신을 못 잡나요? 이야, 하늘에 못 가요. 돈을 못 먹어도 차원이 없어져. 어찌됐든 예. 병력 구성 야마토 차원의 힘으로 구원의 도전 차원의 힘으로 그렇죠. 돈의 힘 잘 싸웠어요. 연보석이 잘 싸웠어요. 그렇죠. 연보석이 잘 싸웠습니다. 제발 오는 차원의 또 들어와 나눴습니다. 네, 뒤쪽에 배틀 있어요. 위에 있어요. 또 와요 뒤쪽에 배틀 있고 여기 예, 갔네요. 예예 예, 예. 그냥 스타포트를 야 이번엔 다른 거다. 네 찌르지 바깥쪽에서 이루어지는지 찾아요. 앞마당이 돌아가고 있는 여기 레이저가 나왔습니다. 머리 잡기는 했는데 믿을 수 있는 걸 태그마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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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잡히면 안 돼요. 이 영어를 여기까지 들어올린 것은 다름이 아니라 그 눈치 하나인데 그렇죠. 제공하는 것도 신의 영역이거든요. 그렇죠. 자,
ASL 레드님 매우 좋습니다. 네. 에 들어와서 뒤로 빼주면 하나씩 잡아내고 있고 밀어버리고요. 지금 뭐 공기도 안 잡혔는데요. 원래 들어서 위에서 이 사실은 다 뛰어놓고 압박하고 있는데 그래서 누가요? 수가 너무 많이 맞아서 우리들도 네. 지금 아 조금 추락했고요. 그렇죠. 예, 다른 쪽에서 어린들 다 잘라주고 나서 전문가 지금 달려 들어오는 상황입니다. 네. 지지네. 많아서 이 럭크가 만약에 횡사를 해버리게 되면 앞만한 듯 들리게 돼요. 3개 하나 2개 잡아내고 오! 자 여기 네. 맞으면서 들어가는 두 개 있는 것도 확인하고 내려서 한번 더 자 추가 피해까지 시즌을 해가면서 어떻게 등단에 대기 중 지겠다라는 생각 와! 오프 시전했고 여기서만 드러내네요. 여기서 또 다른 것도 있었죠. 여기가 랠리 포인트거든요. 자 붙었습니다. 네, 들어와서 그렇고요. 자 여기서 이제 신경전인데 여기 아 많아요. 완벽한 기대를 해야 되는데 그렇게 너무 맞습니다. 불량의 장점도 존앞에 치니 보시면 안 돼요. 게다가 리콜 리콜 들어가서 위로 리콜 떨구고 입구 쪽에 스피시 자 진짜 리콜 좋았어요. 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啊，哎呦，我们叮当哥这个刚刚看的太入迷了啊，还在看那个，哎，非常精彩啊啊！好，大家好，我是三炮啊，嗯，大家好，嗯啊啊，我是叮当，哎，对，自我介绍一下啊。那今天的话呢，也是我们杭州中传经济嘉年华的第二天啊。经过昨天的一个残酷的角逐，我们的一 v 一的比赛呢是八进四全部打完了。对，现在今天就已经是全部进四强了。对，那进入四强的比赛的选手呢是四个韩国人，清一色韩国人。哎，对的。那我们先给大家公布一下昨天比赛的一个结果。昨天的话晋级的四位韩国人分别是子干，然后发分地 Shiny。蓝本座 ITX 的人以及是 Get Girl， 对，这四位两 T 两 Z 了。对，然后他们在这个四进二啊这样的一个半决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将会是两个人族互相先打一下，然后是两个同族互相先打一下。然后呢，在二 v 二的一个比赛进行情况呢，也是我们十个队伍经过了小组赛的一个循环之后，决出了一个四强。那么现在的四强的四支队伍呢，分别是由334跟蓝本座组成的这个334 IPX 队，然后由疯子跟凑合组成的疯凑队组合，由 Hero 和哑巴 No Way Out 组成的一个中韩的组合，以及最后是你绝对想不到是 Scan 跟一哥的对这个情深组合。对，这一次好像最后还是杀进了半决赛。对对对，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看到他们的一个比赛也是经常非常惨烈。看 EVE 这边的话是 Scan 对阵 Shin 进行一场半决赛的 TVT， 然后还有马本座对阵 Jade Girl 一场 ZVZ。 对，因为这次那决赛的话肯定就是一场 TVZ 的决赛。对，而且334名也会是一场 TVZ 的决赛。对啊，好的，那今天的话所有的一个比赛的时间安排可以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今天的场次就比较的固定下来了。对，首先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星际一二 v 二的半决赛，这一场呢是会为大家带来的334马本座的这个组合大战的是疯子跟凑合这个组合。那接下来的话呢，会为大家带来星期二的一个半决赛的第二场，是这个叫做 Rogue 的选手和一个叫做 Nib 的选手。不是很认识。然后呢，继续的接下来是星期一的 1v1 半决赛的第一场是 Scan 大战 Shine。然后星期二 v 二的半决赛的一个第二场是由 Hero No Way Out 的这支队伍对阵的就是 Scan 跟 ZDY 的这支队伍。对，然后接下来打完了之后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星期二340的第一场的比赛，以及是星期一的星期一的一个半决赛是这个是星期一的半决赛340吧。对，星期一还有一个马本座打 Jack Girl 的这个 ZVZ， 对， 对，在这一场会给大家直播完。那接下来呢，就已经到达9点钟了，9点钟的话。今天会很晚啊，9点钟的话应该是10个小时的连播。对对对，星期一二 v 二的340啊，
这个打出来，然后是星期一的一 v 一的三四名，这个等播完星期一三四名，预估的时间是今天晚上的一个12点钟，所以现在才打开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要选择好自己的一个作息时间，一会儿什么时候去睡觉啊，什么时候去吃饭之类的。星期二的时候可以去吃饭睡觉一下。啊，对的对的，是经过了昨天的一个比赛啊，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 happy 了一下，对，然后当时跟那个马本座三四在一起，然后是问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奖金，大概如果能够夺冠的话是一个对半分。结果昨天晚上我就看了一下三四的这个二 v 二的比赛水平，简直惨不忍睹。你知道他怎么打的吗？那个当时是彪哥带着众多老板，哇，那一桌子基本上中国星际圈的这几省大佬全都聚集在一个桌子上了啊，身家是总可以买下一个杭州了啊，对，反正是数百亿肯定是有的。当时如果有那种江湖悍匪突然冲过来的话，估计保守估计这一票能够是吧是吧，对，挣个100亿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然后呢，这样的一群大老板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回来打星际，然后我们旁边我拿手机还直播了很长时间的，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昨天晚上看了。当时呢是彪哥加上三三四再加上马本座组成一个队伍，大战的是黄总和三三四的这支队伍啊，对吧，马本座和三四分开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马本座和三四他们的一个二 v 二水平来了。结果不看不知道啊，我以为是三四跟马本座组队是三四抱马本座大腿呢，结果看了一下马本座的那个水平简直就是反过来的。那场比赛大概的第一场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黄总跟三四是彪哥跟三四打单挑，然后呢马本座跟黄总打单挑，然后马本座输了，是然后三四一直还是比较强，对，然后呢那个不是关键是马本弱，你知道那个我之前看过一次黄总的直播，那个彪哥打是彪哥是让农民的这种单挑的，然后把马本座给打死了，就这样了。然后第二场更逗了，第二场那个是彪哥跟那个黄总单挑，然后马本跟三三四单挑，就一点机会都没有，就被直接打在家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马本座是怎么成为二 v 二夺冠大热门的，主要还是因为抱了我们三四的一个大腿。但是二 v 二的话，打到半决赛的话，我觉得三四跟马本应该是配合都会更好，因为在亚洲星际公开赛中，他们也是携手夺冠啊。也看这一次，应该是又是时隔3年以后了，又一次巨大的一个奖金30万啊。对，而且马本座也是赛前比较的仔细认真吧。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全桌子人都会喝酒，之后到马本座那的时候说，在比赛之前我一。滴酒不沾，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结果，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然后这次的一 v 一的话，马本也是，就奔着冠军来的。但是我们预测的话，可能对于刷分地这个对手来说，马本座是比较难以克服的。像刷分地是，基本上算是韩国现在一个，就是比赛那种一流的选手，对，跟后面的三流选手之间的一个分界线，这样一个。这样要看今天这场 TVT 吧，我觉得 SCAN TVT 还有机会，而且 SCAN 的 TVZ 也很强，如果 SCAN 赢了刷分地的话，那就可能 SCAN 夺冠的机会会更加大一点啊。那如果他赢了的话，刷分地就夺不了冠了，当然是 SCAN 的机会更大一点了。对，刷分地的话，昨天也是在赛场上我们练习的时候啊，找那个战魂跟他打了一场一 v 一，然后这场一 v 一的结果也是就没有什么过程，就是一个运营，在家里面稍微的运营了一会儿，然后200人口找了个摊位一波推圈，就直接结束了。他们的这个韩国选手的基本功的实力还是让我们瞠目结舌的，确实是感觉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现场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第一视角的一些画面。对对对对对。哇，这样的。现场的声音很大，对对对，感觉好像特别热闹啊。虽然现在看起来人还没有到齐，现在跟中午可能有些人也去吃饭去了。我们第一场比赛二 v 二的话，也待会儿要开始，然后由三四疯子三四和马本对阵疯子和凑合。那今天是一场 BO5 的二 v 二的一个半决赛。对对对，疯子跟凑合的话，应该说两个选手
各有优势吧。因为疯子的话，如果随到 Z 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猛，在奥比奥的基础上。那凑合的话，三个种族也是比较平均，而且他的奥比奥经验也是很丰富，应该还是有一些机会能够挑战一下这个，就是说冠军夺冠大热门的一个组合。对，疯子的话，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看他一直在练习奥比奥，嗯，所以 EVE 稍微都有一些懈怠了。昨天打马本的时候也是被大家挑了很多的毛病。这个凑合这位选手，我其实之前都没有怎么见过，因为他好像不打一 v 一吧？对，凑合就是专业二 v 二选手。哦，他以前是在比赛当中有过什么比较好的成绩吗？嗯，二 v 二还可以吧，也进过四强，而且二 v 二他也是经验比较丰富，而且 hunter 打的比较多。哦，他本族是神族，也比较厉害。哦，哎呀，说的 hunter， 这个我昨天看这个，他们几大老板一起打 hunter， 感觉就是。特别像十几年前那种在网吧打星际，对对对，跟朋友之间在网吧打星际那种对于星际的热情啊特别的高涨，然后打得全情投入的那种感觉。然后昨天直播的时候，这个彪可以直接跟那个老子说你上阵你上阵高高什么什么的，其实当时劣势很大了，因为当时彪哥被人家打得搬家了，特别好玩。但是还剩红毒嘛，然后被打的家里人是什么都不剩了，然后一个农民带着360块钱孤身跑到了另外一个点位去，准备东山再起，然后就看马本哥，但是彪哥已经把对手一家给换得非常惨了嘛，然后马本哥那个时间点切片跟翻粉单挑，马本哥是龙骑加金甲，然后三次那边是机枪兵，然后本应该马本哥这边兵种是一个巨大优势的，然后马本哥前前后后运输机去骚扰送了四个金甲，然后去龙骑士也是经常走进了对手的一个伏击圈，一会儿就被包围了。然后死得特别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彪哥不停地在旁边鼓励着马本 ，We can win, we can win， 然后一直鼓励到马本座最后就是水晶已经踩干了，然后被憋在家里边，一分收入都没有，还被人家打得一头泡的时候，彪哥还在安慰他 ，We can win， 然后等到最后发现实在是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说马本太拖彪哥后腿了，是，然后我记得。第二场好像也是啊，我就看彪哥打得特别有意思，所有的人都特别的针对他，不管跟谁组队的时候都是特别受伤的一方。但今天刚刚早晨起来，大家就已经开始打 2v2 了，然后眼睁睁看着彪哥一个三兵营的机枪兵被人家打的，家里边除了基地之外只剩一个气矿一个地堡，然后其他建筑都被打光了，但是彪哥仍然顽强地防守了下来，最后也是。是翻牌了还是没翻牌啊？反正是打得特别的感动，而且说彪哥这个星际总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随时准备东山再起，老是拉一个农民出去带着360块钱变一个基地，然后呢正好还有50块钱可以再变一个农民，就又发展起来了。其实，在星际打线下的二 v 二还有三 v 三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激情的。对对，而且还可以当面交流，而且是一种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感觉在我们。最近十多年只有在线下赛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啊，平时在就是说在平时已经很少有这种机会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经常去网吧通宵打星际，这种感觉还是很少。对，现在这种机会是越来越少啊。对，昨天其实晚上我们回酒店的时候大概已经12点了，然后看楼下还有水友在那边等人，说准备去网吧一会儿干一场。对，嗯，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每个城市啊或者一个周边地区可以组织一下一些好多，你像星际，我记得深圳就有很多水友啊，还有上海这边啊，对杭州啊，对对，所以一起平时都可以在星际打线下比赛，线下的话比赛跟娱乐都非常激情。嗯，对，星际我们有这个北京帮、上海帮、杭州帮、深圳帮、镇江帮，然后还有重庆、成都，这中国星际选手这个据点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我记得这个，我上一次参加这种特别好玩的这个线下聚会的活动，已经要追溯到当年那次成都 WCG 的时候了。哦，那2012年了，2012年还是零？不是，不是2010年。啊，2010年，已经一晃都8年过去了啊，中间一直没有，就基本上一直是没有再参。嗯，也是留下很多美好回忆啊。当年大家最近几年星际线下赛很多。特别是彪哥出手非常多次啊，上海啊、杭州啊，很多，还有深圳都有很多线下赛。嗯，对对对，彪哥在这几年当中
昨天采访也是问了嘛，啊，这个确实是慷慨解囊，助了巨资。哎呀，也是彪哥这个，彪哥这个人之前没有怎么接触过啊，这段时间接触下来，发现是一个特别平易近人的人。然后呢，其实并没有什么那种距离感，跟我们大家普通人也差不多。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彪哥每个月都会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然后呢，去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它。等到月底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月末就已经完成了，就可以开始放松一下了。然后下个月再开始下一个小目标，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们这个比赛为什么是29号、30号？因为到月末了，彪哥已经完成这个月的小目标了。行，那我们现在主舞台这边要可能要再好好休息一会儿，调试一下设备，调试一下设备，然后比赛就要开始了。好，一会儿见。저폭풍속에있고만약에맞지않으면죽여서왔을때그렇게안고예측이좀안붙거든요저의졸음을좀바꾸라들어보셨어요자우리무지막지하게나왔어요이거다치우는거예요진로는필요나와요진로는펀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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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진아니무슨진짜이게인절로가서어떻게해야될까요저평가기술가에서내려오는경호일곱시쪽으로공격준비하고있는데요박수로예자이명역공격이나눠졌죠박수로이주는건가요박수로가고있고동생이박수로가다안되고요예박수성잘풀어놨습니다박수성박수성을너무잘풀어놨고잘풀어놨는데또일주가못나니까예일자로이거와태국왕창잡았습니다진짜내려왔어요58분위기에요네또완벽하게막았던그때를생각하면서한번준비를해내야됩니다야이거좋군요좋은상황입니다자박수성은잘풀었어요박수성잘버렸어요잘풀었어요저위에가서쓸고아래쪽으로아래쪽에서양쪽모두다지금대리진에있거든요여기보죠여기봐요여기봐야돼요여기봐야돼요야태국대박이거다태국대박대박야이게정말진짜대박김민철진짜정말대박소비와내군대동기타격이라며그렇죠정말어느정도돈가스먹는그과정까지는입에서다짜가나도록힘들었는데그렇죠그것장수분자예야그다음에오버를막힌수업단장들어가자대박와대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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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이거를막대요야그렇게문을세게두드리는데문이열리지가않아요이여보가공격을하는데이철벽모두의정확체제진짜이건끝납니다바로까지해드리는거거든요끝나버렸어요루틴태누가뚫려내려왔어요자이거불을찍어줘야되고요프로막바람으로빠른시간을붙이기는했는데저위로올라갑니다프로브잘비비고 있긴하거든요프로브추가추가적으로내려왔고프로브가잘비었어요니가중요내가중요싸움이죠이거전하나지금잡아내고일꾼비벼주면서네추가적으로내려왔어요쏠려쏠리고있는상황이거든요네위에서내려옵니다여기하이템플러까지수동까지갖춰져있고위에서넘친하이템플러까지질럿이히드라를압도합니다전하제거히드라났습니다예이렇게되면은와여기서싹쓸이될수있어요정면유닛에지금신경을막쓰고있는데본질에돌아오더니이렇게하나도없네아옥정호의그흐름이아래서최다킬아닙니까지금네24킬싹쓸이하고있습니다여기약도있고리버리버를아래쪽에다가예내려놓고여기서리버먼저맞으면되는거아닙니까리버만리버만이거리버앞에있는동안의정면경쟁이아버지의힘으로들어갑니다와박지호와역시박지호생산능력제일일단쓰러지는게중요하거든요네저니까두번하고이거는네와자병력왔습니다와와데슬로데슬로디펜스데슬로디펜스들어가네들어가네와이걸싸움을해서이기싸움을했으니있는상황이거든요와이거들어가네여기는그하이테크란얘기인데요네템플러템플러두개더가네두개더가네울산싹끔예아비
스테이션 필드 조심해야 되고요. 빨리 만캐가
불량. 예, 그렇기 때문에 자 오쪽으로 봤어요. 위치 다 맞죠? 네, 자 여기 한방 들어가고요. 자, 밑에 하이패스 들어가시죠. 하이패스로 스톱 못 쓰게끔. 네, 자, 공격까지 한 팀이라. 네. 아, 공격형 그. 자, 밑에 지금 하이패스 다 잡았어. 자, 이제 출발했어요. 다 잡았어요. 자, 이제 돌린 거죠. 자, 다시 돌아가세요. 제플러. 자, 출발해요. 자, 출발해. 또 나요. 자, 아래쪽까지 와요. 밀어버리기로. 밀어버리기로. 예, 여기 보여주고 보여주는 그런 특징이 다르긴 합니다만 마인까지 개발된 자체는 공격성 자체는 벌써 4시 진짜 세거든요. 마인 매서 좀 돼 있어요. 네, 자 들어가세요. 육군한테 준비. 핵군 앞에 마인 매서라 돌아옵니다. 우리는 판다. 여기서 완벽하게 지금은 이용호가 예 김성현의 머릿속에 들어가 있어. 앞바닥을 감동. 최대 도비오리보의 그 안주원전이라면 자 캐논이 있어요. 네. 아 이거 중력들 녹이요 지금 캐논까지도 캐논까지도 자 돌아오잖아요. 캐논 하나 깨고 그냥 들어가겠다라는 연기가 있는데 전면 돌파 캐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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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지금 깨졌어. 캐논 깨졌어. 아니 이거 아니 이거 중력이 아닐 테니까 이걸로 끝낼 수 있는데요. 야 갑니다. 결승 대표 있습니다. 결국에 택신자 최재 근데 예. 여기 그레이터 스파이어거든요. 예. 예. 아, 그레이터 스파이어. 자 예. 이제 저적을 장악해서 예. 저거를 취소시켜야 됩니다. 저거를 단결 나오기 시작해요. 예 이레디. 야 자, 이걸 보다 이게 스캐나박이 이 가변 공격을 하게 만듭니다. 뮤탈도 뮤탈도 낫고 스캐나박이 스캐나박이 만들어서 벽을 허물어뜨려서라도 상대방을 그 벽을 허물기 위한 상대방을 다 무너뜨려야 되는 깔아 뭉개야 되는 이런 상황인데 레이스라 왔습니다. 레이스라 왔어요. 레이스라 왔어요. 예, 구멍을 가려버렸거든요. 저 구멍이 정상 안 되도록 아예 이게 안 되도록 청년도 아니고 아니 청년도 아니고 자 들어오는데 밝혀줘 청년도 아니고 청년도 아니고 코너를 파괴 코너를 파괴 있겠는데요. 방금 나온 팀, 네. 이 컨트롤가 처음에 만화가 50밖에 없거든요. 자, 야, 렛츠고! 렛츠고! 걔를 안 져줬고, 걔를 안 져줬고, 데이크! 야, 정면을 몽땅 막아버립니다. 와, 에그로 계란밭으로 막아버리니까 저도 막아버리게 되잖아요. 자, 이번 집을 비운 팀으로! 김정우의 완승분위기로 점점 올라가고 있습니다. 네. 이러면서 스포 콜로니를 건설할 시간을 버는 거죠, 김정우. 네. 뭐 잡을 것도 없어요, 이제는. 잡을 것도 없어요. 그렇습니다. 아, 코너를 몰아놓고 때리고 있는 김정우 선수입니다. 가장 빠른 시일 내에 잡아주고 있는 최재! 역시 지킬 수가 없죠. 자, 정말 신나군요. 돌격 앞으로 오셨죠? 질럿의 로망. 자, 보통 로망 이거 아닙니다. 질럿들이 줄지어 뛰는 것인 말이죠. 네. 자, 사이버! 5미터, 5미터, 7제 막기만 하면 돼요. 예, 7포커스는 예. 어떻게든 막기만 하면 되고 이거는 어느 정도 자 스톰이 한 두 번 정도 말하면 장전도 있는지 모르겠습니다. 더 저기는 좌우로 앞마당에서만 타고 있거든요. 그렇죠. 지금 막는데 두 번 한 번만 더, 한 번만 더, 한 번만 더. 이거 잘라먹기 혹은 뭐 이런 식의 네 액션만 보여드릴까요? 지금이죠! 잘라먹기! 야! 잘라먹기! 잘라먹기! 김성현입니다! 이만 잘 잘라먹기! 이만 잘 함께 정면! 자 일단 싸우는 구도를 가리키고 있기 때문에 그렇죠! 자 돌아가요! 위치가 좋아요! 위치가 좋아요! 스톱! 그렇죠! 스톱 쓸 수 있는 장소! 대체 유력해! 정확해 유력해! 자, 블루스톱은 2인용 전차가 여기를 남기는 소리인데요. 자, 또 그다음 우리 유력해 옵저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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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세 마리 옵저버!
또 세 발 가라. 공격 둘. 공격 둘. 아, 맞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네. 아니면 여기서 그냥 능선 끼고서 그냥 천만 활용하면서 병력 손에 잡아주고 11시간 더 해야 돼. 돈이 몇 방이 있느냐가 제일 중요하거든요. 아이고. 5.5, 5.5 안 오나요? 5.5.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啊！这个二 v 二的选手调装备时间比较长一些，因为四个人啊，对对对，等他们调完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刚刚也是我看到弹幕里边有朋友说我们之前麦声音有点小啊，刚才说了很多东西没有听到啊。这边的话呢，把比较重要的信息再跟大家汇报一下。经过昨天第一天的比赛呢，我们的星际一跟星际二2v2 啊，都已经是杀到了四强。星际一的话呢是四位韩国选手分别晋级到了四强啊，他们是 Sky Shy， 然后马本座还有加德克，对的。然后呢，今天会为大家带来的是星际一的一个四进二半决赛，以及是三四名的比赛。对，这个比赛呢，现在分组是两个人组分在了一起，然后两个虫组分在了一起。这样的话，我们的半决赛，是两个同组对抗 TVT 跟 ZVZ。对，在三四名的比赛的时候，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肯定是 TVZ 了 TVZ 啊，决赛也决赛也肯定是 TVZ 了。然后呢，关键是二 v 二的这个比赛。二 v 二呢，昨天十支队伍打完了小组循环赛之后，最后是进入四强的这四支队伍分别是，IPX 跟334这样的一支队伍。然后呢是疯子跟凑合的疯凑组合，Hero 跟哑巴的 Way Out 的一个队伍，以及是 Scan 跟 CDY。好，现在的话呢，比赛已经开始了。对，现在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二 v 二半决赛的第一场，由马本座334对阵的是疯子凑合。啊，疯子凑合也是。现在剩下的仅剩的一支啊，中国血统最纯正的队伍，对，他没有中韩杂交过。看一下今天的比赛也是正式开始，那希望今天的比赛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对，好的，大家现场也是来到了很多杭州，来到了很多的线下的水友，然后线上的话也有很多的观众在继续守候。看一下第一场比赛是 Hunter 这张地图，今天的二 v 二比赛是 BO5 由34马本对阵疯子和凑合。对，今天的所有的比赛基本上，镜头上这位就是我们的韩国马本座马振云选手。你要说镜头上这位就是韩国的妹子呢？后面这位也是非常漂亮哈。对对对啊，事业线非常的长。我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凑合选手。哦，凑合选手。嗯。啊，因为是 Hunter 这张地图。Hunter 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大家见的是非常非常多了。在种族上面，经常是如果四R的话，会可能这边已经房子看到了。MBC 已经开始交流起来。这边凑合虫族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么早，其实探路很早的，可以看到三四这马本座探路很早。这位就是我们的凑合选手，姓名是聂林，是一位江西籍的选手。凑合选手背后也是有妹子的。今天这个两个妹子风格完全不一样啊。这边很可爱啊。对对对对对，那两个大白球非常的可爱。看到疯子确实高啊，比屏幕还高出一个头。好，这边的话334打出了 MBC， 他真的是直接 BC 的啊。看到了房子，这么早看到，我感觉是不是要造个建筑学有机会涂上吗？有机会有机会，应该是测试过的，有机会。对，如果是造 B 一个 BG 一个 BF 是可以堵住，但是他有没有这么多钱？我看这边凑合会不会直接还没有选择升二本，直接还是要冲这个口。他应该毕竟九地开局、还拉了农民，我们看一下。这边凑合说我 fly 是吧，这样的话凑合前期中的凑合跟疯子他们两个人需要打 fly 吗？就是我飞龙不就行了。我们看一下狗有机会啊，看一下能不能冲出去。冲不了冲不了，已经这个农民拖的还是有点多余，但是非常完美，平时无法去预估这个时间点。是的，毕竟三四跟马本这边也是有练过的。那这边的话也是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种族了，现在是 2P 打 TZ， 而且 TZ 在下方。他们这个战术其实用得很好啊，这样的话 Z 感觉就完全没什么用了。Z 可以只能或者说只能出飞龙了。单矿飞龙，这样的话 T 也就不敢很嚣张的机械化了。你说 Z 其实可以爆口水啊，我觉得就是你造再多的 BC 都打不过口水，可以说。对，我觉得出口水可能更好一点。对，他现在可以九地先封侦察嘛，然后封住侦察之后马上的转爆口水，然后在对手无法侦察的情况下，对手很可能会出海盗，出海盗的话地面就比较的不足，这样
凑合选手的话，一波正面就可以直接。而且现在三四农民是侦查得很好，一直把凑合家里侦查得很好。他狗速应该也是没有升了，对，直接放下飞龙塔。啊，这个其实我真的觉得凑合选手的这个选择，一直在对方的监察之下，他的威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而且他们现在等于是侦察能力非常的弱的，是对手龙骑士一出来之后，他们也不知道对手会不会暴兵来打他们其中的某一家，所以现在就算防守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多少的防御。其实现在都很难打了，现在疯子一个人要顶两家神族。然后凑合待会儿其实也要顶两家神族。是的，哦，疯子这么嚣张的，我以为疯子现在先出了个雷车，我们看一下这边，在队友卡位没卡住，在队友被封住的情况下，我以为疯子只要觉得自己能活下来就可以了，但是疯子硬要出门，又出去了，应该是要侦查一下的，因为毕竟现在对手 RP 封侦查。我们看一下他这个路线不够妖娆啊。啊，顶着龙骑士上的话，还剩一炮，我们看一下这边。啊，没有射程，打不出这一炮，这样的话可以。Rob应该会补刀一下，漂亮！哇，漂亮，不愧是马本座呀。啊，这样的话，这样的疯子压力很大。对他坦克造的太慢了，但是先出了一辆雷车，这样严重的影响了自己坦克的一个时间。好的，这边邦克好了。是，而且他的那辆雷车也没有帮他拖到什么时间，所以这样防守压力非常的大。而且关键，如果对手兵很多，马本这个东西好像没操作。是马本，哎，马本座。哎呦，还好这边机枪兵输出不高。我说马本座拖后腿吧。之前啊，刚才说了半天，好像大家没有听到。我说马本座特别拖我们三四的后腿，因为昨天看了一下马本座跟彪哥配合的二 v 二，把彪哥坑死了。对，嗯，哦，这边凑合的飞龙也是挺快啊。嗯，彪哥单气的飞龙感觉压力不大。你看他现在其实很多农民，对啊，很多农民其实经济上是有点过于饱和了。而且他其实现在自己是有很大防守压力。哦，这里正面的压力很大，他现在 BC 都才补一个，把基地退掉了。他的一个正面预警能力很差，他只能是等对手进攻到这个地堡阵前面的时候才能发现。这样的话有点压力，我们看一下，见到飞龙没有去进攻能力了，只能现在强吃这一波。嗯，看能不能吃掉点擦兵。好，这边叉叉好像是来火力侦察一下的，看一下对手的飞龙，顺便的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个发展，然后自己接叉兵还是要保存好，往后退一下。会不会带龙骑一起来打？现在龙骑数量已经非常的可观了，然后在压制了一下疯子的情况下，这里这个路口他特地造的是刚才把那个水晶退掉了，留下了龙骑士进来的路线。哦，又疯子很精彩的又溜了一辆雷车，这辆三条龙有点少。嗯，是的，不过这辆雷车很好的把马本座的龙骑士给牵制回去。哦，马本座在这里做了一个建筑学嘛。啊，这还是两家一起合作的。哦，这是一个合资项目，你发现没有？哦，这边的这个合资项目，马本占33%的股权，对，三四占66%，挺好挺好。但法人应该是334%了。啊，这边的话，疯子那辆雷车活了下来，然后居然还有了埋雷，直接埋了3颗地雷在我们334的家门口。不过他现在这个堵的自己的龙骑也不太方便走。对呀，啊。对，可能三四就想堵的剩一个口儿，马本座非要手剑把那个口给填上。我就说马本座特别拖后腿。哎，这边居然凑合选手赶到人族家里面，用一个房子去侦查。这个人族应该是有机枪的吧？啊，先来看一看这波龙骑士加子料的去强打虫族嘛，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哎，这个飞龙找到了这个破绽。No go。啊，你看现在想解决这个破绽的话，就要打掉一个水晶。那打掉谁的水晶？是让马本座撤资库。不是，他现在两个人已经说要去打凑合了。我感觉凑合很危险啊，又没什么建筑学。对啊，他这里，我靠，哎，他刚才地堡好像也退掉了是吧？没感觉补得很少，啊。这感觉凑合要直接被打穿了。是的，这波感觉是完全无解的。疯子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疯子要不然去选择换家打死一家神族。对，他这个时候只能放弃了。对，但是他疯子会先遇到一堵来自北方的城墙啊，这是长城。他放弃可以去把三四打死也可以。啊。Winter is coming。 我们封的是一个白色的人族，他要去北上了，去打异鬼。哎，他现在要去打马本。嗯，他可能觉得马本威胁比较大，但是我告诉你，你错了，其实三四才是最厉害的。对，我觉得打三四会比较好一点。啊，而且马本家里边好猥琐，他造了地堡。不过打马本还是有机会能够拿下马本。我们看一下这边，好的，两颗雷炸掉。对，这边坦克可以支起吗？不会没升架吧？哎呀，这边已经是哦，他这个时候往到里面去，架呢？他有架有架，有点少啊，只有四辆坦克。对，他没雷来前面掩护。是啊，他没有控制住马本的兵营区，马本三个兵还是可以铲兵的。好的，我们看一下，埋了一颗雷。哎哎，凑合这边貌似能够自救下来。哦，对手的漂亮撤退了很多，撤退很多。这样的话，看一下直接点基地的话，可以点掉马本的基地。哦，马本就不像彪哥，他没有留400块钱。而且凑合这边好像可以自救下来了。哦，这边的话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互换。
哦，还有一个农民。哦，但是凑合更惨一些。没点基地，农民留了很多，这基地没有点掉。哦、没点基地，这样的话、马本还留了几个农民。对，那这样换下来的话，我们凑合已经是大残。然后疯子作为一个人族，他的主力部队损失掉，其实也是比神族要死兵要雷得多。多埋雷，要难得。哦，凑合这边，由于现在没有农民，无事可做，所以太晚了，指挥一下。我看看疯子的人族这边三重弓。运营的非常的中规中矩。哦，凑合这边还有一些飞龙，凑合并不是一个死人，凑合还有点作用。对，凑合现在应该还可以慢慢发展一下。啊，这边的话埋雷控制神族最害怕的一点就是神族来强行的趟雷。疯子这个，哎，疯子的坦克怎么可以出现在这种位置呢？哦，他要利用这个城墙吗？但是自己反而先被利用了。他没有埋好雷啊。对啊，这里飞龙是肯定不敢上的，龙骑数量太多了。啊，疯子这两辆坦克送的还是很要命的呀。哎，哦，这两个东西是应该是前线那两个兵营造成的。对，前线三四放了两个兵营在前线。对，三四打的大局观意识非常非常好啊。凑合说别管我了，我是你的拖累，你快去干他们呀。但是疯子我觉得他现在能控制住中场就不错了。他现在的兵力很难集结起来了。对啊，雷就算埋雷的话，感觉意义也不是特别特别大，只能够拖时间。但是想进攻的话，这个地雷并没有能够帮对他有什么帮助。哎呀，这边马本做的一个绕龙骑非常非常的精彩，右侧这条路是没有布置地雷的，疯子又损失了坦克。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疯子可以说每一辆坦克都是至关重要，非常宝贵的。一个 BC 能打吗？打不下。三个飞龙还是太勉强了，但是雷车一起强上的话是可以打这个 BC 的，要不要一起强上一波？不过雷车还是没有地雷，导致马本的龙骑士是可以回救的。那龙骑士回救的话，强打这个 BC 其实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I go kill Zerg 啊，三三四选手开始跟马本座说了啊，我去把这个凑合打死，这个凑合家里面现在连基地的血都不多了，农民，哎呦，哦，凑合选手觉得房子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拿出来拖拖时间也更好，哎，凑合没有农民了，没了，他开始被两个龙骑已经干掉了，那两个龙骑刚好把凑合最后的一个生命线给掐断了呀，可以说是压倒了稻草的最后一根肉。坦克没有聚集起来，是全是，哎呀，疯子。果然如你所说啊，没有随到 Z 的话，那还是有点小悲剧。是啊，怪不得 Scam 不肯跟他组队，是宁肯找一哥，两个人当好基友。这样的话，凑合选手这两只飞龙已经是最后的时间了，因为他家里边建筑马上就要被强拆光了，要被 defeat 掉了。哦，没了没了没了。被消灭了。老板说我要 VC。现在两个人打一家疯子，而且疯子在这段时间并没有积累起任何的兵力优势或者经济优势。所以其实已经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局面了。主要 EBL 也很难吧，这交给 Scan 都不可能。对啊，如果疯子之前积累起大量的部队，对，他坦克一直送了来来回送了六架坦克了。是啊，所以而且第一波没拿下马本。对，他车去打马本那一波的话，明显没有看到后续的雷车呀，导致让马本那边救他比较轻松，也没有点到那个基地。这两个细节是直接让疯子这边就这边强打了，放他的余地了。哇塞，没有 OB 的情况下，疯子他的坦克都没架起来，回退了一下。是啊，这个坦克不架的话就跟没有一样啊。啊，那随着这波疯子主力的消亡殆尽，我们的凑合选手也可以长吁一口气了。现在准备想一下下一场比赛选什么地图，然后呢选什么种族。在输掉的一方是可以在下一场当中有一个选族的主动权的，他们可以决定是否双方都选族，这也可以说是大家都随机。那地图的话是由他来指定。现在我们的比赛二 v 二是有十一张地图供选择，还可以选择一些岛图。感觉凑合这一局的话，其实哇，主要太悲剧了，一上来这个虫族江南就没有虫族的作用。是的，在三四和马本这个二 P 组合的情况下，三四直接祭出了一个大招嘛，它是 BF 开局的，这个是极为罕见的，然后让一个九 D 的虫族连门都出不了，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奇观吧。对，他已经想好要去封了，因为他两批的话肯定是对方有 Z 的，肯定是打 TZ 嘛，两批。对，而且他侦查很早啊，所以这个两批特别的有优势。好，这边疯子的机械化确实正面感觉非常的不猥琐，他作为一个虫族选手没有领会机械化的一个精髓，人族的战术发展是伴随着我们教主猥琐神教的创立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呀。所以要打好一个人族，首先要学会的就是猥琐，疯子还不够。第一场是三四和马本轻松拿下。对，Hunter 这张地图确实还是战术很多。嗯，
对，战士很多，但是像马本跟三四这样的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啊，基本上只要一看到种族的时候，就肯定有一套固定最优解的打法了，这套打法可以说是对方最难破解的，所以我觉得打他们还是得想办法出奇招啊。像刚刚那种当着你面不封侦查直接出飞龙的战术，有点太嚣张了。就其实星际这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游戏嘛，所有的侦查与反侦查战术的制定啊什么的心理战都是游戏的一个部分嘛，点位也很重要，它这个五点的位置确实五点跟七点基本上都会被封住，六七都会被封。哦，就是因为他们出门的路太长是吧？是太长了啊，确实如果是在一个十一点的话，可能他狗出来的时候地板还没有造好，对啊，就感觉九地也是出不来啊，基本上无解。他这种两他们自己两个神族占了两个上方的点位，那对方在下面的概率也很高了。对，这个也是确实三三四的这个地堡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对，太快了。如果他是先兵营在侦察到的情况下再放 BF 的话，他开冷就去探路了，所以很快。啊，哦，对对对。而且是两家神族都去探路。嗯，所以说我们三四的话的这个战术制定还是非常好的。是，他已经想好了这套，就是一出来自己是两批是这种点位，就马上有第一时间，就根本。可能赛前就已经想过或者遇到过这种情况。哎，你注意到细节没有？他们两个人是三四指挥的，嗯，三四直接打了一个 MBC， 然后包括那个水晶墙，三四先投资的两个水晶，一切都在他的一个，对，运筹帷幄之下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接下来的话呢，也是跟大家继续的汇报一下我们昨天的比赛的一个成果。那四强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见识到两强了。对，RBL剩下的四强的两支队伍呢，就是 Hero 跟亚巴 Novayout 的这个组合，以及是 Scan 跟 CDY。CDY。刚刚还吐槽了一下呢 ，CDY 跟 Scan 这支队伍，之前我一直是说他们比较的悲情，然后就居然没想到杀到四强里面来了。而且这个四强的话也是有很多的韩国选手吧？哎。我想想啊，还有哪支队伍是有韩国选手的 ？Scan， 还有 Hero 和 No Way， 对 ，Hero IPX 这个，反正就加德勒那一队被淘汰了，其他的带有韩国选手队伍都晋级了，比较悲剧。这个战魂 Money 那边居然也被淘汰了，非常可惜。好，那然后今天的一个比赛的直播场次也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如果你关注了我们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话，在上面也是发过了。今天先是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阿维尔的第一场的半决赛。然后呢是星际二的半决赛，一个叫做 Rogue 的选手对阵 Nive， 然后接下来呢是星际一的半决赛，TVT 这边是 Scan 对阵的是 Shine， 然后是星际二的半决赛的另一场，就是由 Hero Novayout 的他们一个队伍来迎战的是 Scan 跟 CDY， 对，然后是星际二的半决赛全部打完了就开始进入星际二的一个三四名，然后是星际一的半决赛的下半场是由我们的马本座大战的是 Jet Girl， 是一个 CVC 的对抗，接下来呢是星际二 v 二的三四名和星际一的三四名的一个对抗。那全部打完的话呢，预计时间可能是要在晚上十二点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坚守，让我们一起坚守住啊。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话跟我一块互动一下，今天没事我会打开来看一看弹幕啊，比如说现在就有人说我的声音太小了。小吗？就可能是昨天嗓子有点哑了啊，昨天毕竟战斗了一天，然后晚上跟彪哥他们还干了一下，然后线下赛一般都比较辛苦主要是晚上还喝了一喝啊，然后可能还有人恶意的说我揣测我晚上去干了一些什么经常要用到嗓子的事情啊，就怎么会用到嗓子呢也是很奇怪，但是其实昨天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们秉烛夜谈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一起聊天前一天晚上也是猜本座呀还有战魂呀一起来大家讨论星际聊战术，特别的爽。然后昨天呢也是，昨天我们听到了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就是 ASL 的八进四的那个比赛呀，屌丝被淘汰了，而且被迷你一个3-0干净利落的斩杀简直都不可思议啊，因为赛前预测的时候包括他们那个比赛的数据图显示对于屌丝的一个胜利的概率大概有72%，这么高的一个胜率的情况下居然被3-0斩落，也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然后昨天我们就回到酒店，大家一起就开始看这个比赛，然后一起复盘，几个解说坐在一起没各抒己见，然后吵得不可开交。我就发现一个事情啊，就像朱指导啊、东海啊还有富家呀他们这些比较有实力的选手确实不太适合当解说，还是像我跟叮当哥这种就比普通的观众略强那么一点点的是最适合当解说的，因为我们不会就一个事情两个人就完全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然后就
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吵得一个不可开交。星际的战术各有理解不同吧，啊，其实主要还是靠实操。啊，对对 对, 对，就是我们理解稍微的比较模糊一些嘛，啊，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不像他们。不是，他有的时候想得到，操作不过来啊。星际不会给你大脑太多时间，完全都是靠非第一就非条件反射去做的一些决策。哦，非条件反射。对，就是你看到什么对方怎么打的，你会自然而然去怎么打。看哦，就比如你侦查到什么东西，你会自然而然去干嘛的，这个都是不会去经过思考的，不用思考的啊。这个都不用经过思考吗？没有，因为你真正打比赛这么快节奏的，如果再去思考的话，你就想不过来了，都是靠平时积累的一些哦，对，积累一些条件反射啊，一些就是之类的一些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做什么样的一个举动去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打星际可能像这些职业选手跟业余选手就是有这种平时是用积累，然后比赛的话就是直接是反应了，嗯，就靠反应了。嗯，对，好吧。啊，刚刚也是啊，哦，我们先看第二场比赛啊。这图一看就是应该是感觉像是拍 Hunter 啊，这应该是 Hunter 的地方。不是啊，这个怎么是 Hunter 的？这个是 Lost Temple。Lost Temple 啊 ，Lost Temple 对，我想的是 Lost Temple 啊，哦，对对对 ，Lost Temple 这张地图。哎哇，真没有想到啊，我们的风兽组合居然会选择 Lost Temple。这张地图简直是就本来都没有想在任何比赛当中去采用了，结果彪哥是说啊，加上加上。我们彪哥是 LT 之王啊！哦 ，LT 的话我怎么都打不过彪哥。这个 LT 这张地图太哦太难打了。彪哥的 LT 号称人族可以打所有人。对啊，我当年就是一直在 LT 上面练的 PVT， 在刚开始接触星际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就流行打 LT 嘛，然后经常在北京一的豪方就大家几个朋友一起建个 OB 的那种主机，然后轮流打呀，然后也经常有路人来啊，有时候还来打牌，大家一起 OB 非常开心啊，看他们打。LT 和 Nuna 应该是打的时间最长的，对对对，还有 Nuna 后来打中国经济时间很长，最近几年才是斗魂啊。好了，这边的话我们的三四跟马本是在上方啊，然后呢下面的这两个是在九点钟和在七点钟吧，这个是风凑啊，风凑的。哎，这个地图的话也是之前稍微的选了一下 WCG 2.0 的一个版本，所以相对来说还比较的新。不过我感觉它采矿效率还可以啊。不过 Lost Temple 这张地图版本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也说不好，因为当年可能大家打的都不是一个同一个版本的 Lost Temple。对，它有高地，这个地图应该是有高地的，啊？什么叫有高地？就是它二矿后面应该是可以架东西的。这每个 Lost Temple 难道还有 Lost Temple 二矿背后没有高地吗？也有会修补掉的。它只是改改路口吧，没有改这个的呀。对 ，Tyson 的话，它就是相当于没有高地的 LT 版。哦，对，有点这个意思。LT 的话那个导矿的设置也是比较的特殊了，这个导矿是那种双层导矿，现在奥比奥一般用不上，这个导矿一般都很少用得上啊。对，但是 UE 的话影响很大，因为导矿两种嘛，一种是像女武神呐，Andromeda 呀那种就是很小的一个导矿，然后如果在里面造满地堡的话是很难空投进去的，一种就是 LT 这个处处是破绽，神族无法在岛矿上造很多的地堡，然后人族冲着坦克很容易进攻。他们随到的种族居然是一样的种族，怎么可能呢？都是 ZP 打 ZP， 这是什么情况？哎，哦，那这就是选族的呗。哦，他们选族啊，对他们选择了选族的这个权利啊，对，选择选族的权利。那这样的话，其实两家 ZP 打 ZP 我还真不好说，因为疯子的 Z 确实也很强。哦，那哎，看一下这边凑合先出一刀，但是三四不进去了。对，这边的话 ZP 打 ZP 都是神族双兵营加上虫族的这个九地暴狗吧。刚刚没有太注意到马本做的一个开局，马本应该会选择飞龙吧，我感觉。啊 ，Lost Temple 这张地图毕竟是有高地可以守路口的嘛，而且对手全是近战兵，这样的话守路口起码神族是挺好守的。现在这种情况 ，ZP 打 ZP 还是要拼正面为主。嗯，我觉得凑合选择三并一还是比较正确的。哦，在中场大家就血战到底，插的加小狗，哦，看一下比一个操作。两边都升了二本。对，但是马本二本明显要快一些。那疯子的狗应该会更强，这样的话两边都是飞龙，然后神族都是三 BG。嗯，啊，那这样的话飞龙岂不是决定胜败的一方？因为没有除了飞龙没有东西能打飞龙。对，而且擦兵都差不多。啊，疯子说别急，他们点位好。哎呦，他们点位好，可能他们两家路口近，所以合兵就快。
啊，和平快的话，如果打起来的话，后续速度就会有一些区别，尤其在小狗有提速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你在离对手比如三四加近的位置，那凑合的小狗支援速度就肯定是没有马本做的小狗支援速度。但他们这么拖着拖着，飞龙出来以后，疯子好像飞龙塔稍微慢一些。对啊，疯子在飞龙速度上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哎，我们看一下凑合他这个擦兵走位有点问题啊。嗯，怎么说？他没有去往自己盟友的方向去走。我们看一下这样的话，现在疯子感觉压力很大。对啊，而且还容易被封住。对，你把叉叉兵放过来，狗就下不了高地了呀，这个就很尴尬了。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凑合没有选择去救，凑合也去封你。那这样的话，双方交叉互封。哎，等等，这边并不想封。强打的话肯定不行，这个高地不太好打。我们看一下，三爷要冷静。封。哦，这边凑合也是想着强打 Z 的高地。对，但是凑合的贼捞的数量明显要多一些。哦，不过三四马上支援了。好，这个拉得很好。继续往前拉，但是这边三四来了三个叉兵，对，这三个叉兵简直是救火队员啊，一下要把这几个叉子吃掉了。我操作不错，没有跟叉子有太大的接触，一直在操作自己贼老打狗，不过还是打不过，对手数量太多了，中上优势。马本座跟三四这边又是开局就占得了很大的优势，而与此同时，疯子家里对也有点压力啊，疯子家里压力居然这么的大，三四这波叉叉刚刚不是给他封路了吗？居然又打上了，好了，这个 BC 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因为 BC 主要还要承担一个肉盾的作用，他让 BC 用狗来当肉盾的话，这个操作还是有些问题的。飞龙先出来先杀房子，像先卡一下对方人口。嗯，但是双方的房子应该都是在被杀的。哦，这边的话，马本来了波擦，小狗去到凑合家里。啊，对，而且与此同时，马本的飞龙应该也是在往凑合家走。对，哇，凑合家里现在很麻烦，家里一个兵都没有。是的，农民看看这个操作，看一下靠飞龙救。好的，飞龙这个时候清的还是很快。但是他家里怎么办？他家里马本走飞龙也到了。疯子对，现在疯子家里，疯子为了救凑合自己，他死去一个农民可比凑合死一个农民要亏多了。是啊，现在凑合农民可能好还好，这边马本觉得自己飞龙数量不如对方。哦，五打五，看一下这一波飞龙，哦，被反追了。好的，这个时候其实五打五的情况下，好的，来两个自杀。但是疯子有没有后续？疯子好甩掉了，疯子漂亮。是的，现在疯子这个时候飞龙占优。对，疯子一v一的时候 ZVZ 没打过马本座，现在正是你报仇的机会，证明自己的时间来了。疯子加油！凑合这边为了解决自己家里也是有点延迟啊，这个应该是啊，叉兵没有及时赶上。哦，这波哦也杀到了马本座的一些农民吧？这里凑合的对马本这个家里也补了一个对地的。哦，那这样的话双方的一个形势差不多呀。还是马本这个时候略亏一点点，我感觉。啊，马本四个农民采气，对，现在马本，你看他还变成四农民采气了。四农民采气，所以他少一个。其实两家同族现在的状况完全一样。哦，三四这边就很赚了，三四这已经 BY 都好了。但三四现在插兵好像是不是会比凑合少很多？他人口还是领先凑合有六个的，所以现在应该不比凑合差啊。看一下凑合这边要直接去打三四。嗯，这边的话六个贼料的是抓住一个非常好的摊点。这边没有跟上。哦，三四的兵其实够，但是他的兵在外面，所以这六个贼老的等于这边有点送差呀、啊，待会他其实这已经是他进攻最有机会的一个时间点了。哦，马本座飞龙居然可以来救，疯子你飞龙在哪里做牵制的？为什么马本座飞龙敢来救自己的队友？疯子应该去打马本家里，我们看一下。是啊，他刚才给马本座威胁不够。哦，这样的话可以把马本洗光。他来的太晚了。好的，这一波的话其实。洗光马本的话感觉有机会啊，他洗光马本的农民并不代表他飞龙能够打赢马本的飞龙啊，现在这样的马本来劫他的飞龙的话，他飞龙如果回不了家，他把飞龙送光了的话，其实杀死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操作好的话不一定会输。看一下这一波啊，他自杀已经死了，他根本不敢打呀，这个对手他的自杀也来了。哎，疯子真的敢打，疯子完全不怂，疯子你不怂可能飞龙要死光的，死光啊，这样疯子是相当于以自己攒下了所有飞龙为代价换光了马本座农民，主要现在三四的龙骑很多了，这一波挡不住。是这波我不知道疯子拿什么来挡啊，马本座还看 QZ 你不用来啊，这个人头是我的，你去打那个 P 确实三四家里面其实又露出了一点点破绽，然后凑合现在没法救疯子，他只能去选择围魏救赵，又去了一点点刚生产出来的部队找三四家里面先去。这时候肯定应该是造自杀啊！啊，造想起到飞龙那更没用了，五个打两个，简直是无伤打死呀。嗯，哎，这边哦，凑合派了一些地面来协助，但是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马本座飞龙甚至都不需要操作了，现在他可以尽情的欣赏三四这波龙骑士的龙骑舞。毕竟凑合现在是什么科技都没有，直接打出机器，恭喜我们三四马本二比零。是啊。不过这是 BO 五的比赛，所以还有下一场。三四这个转龙骑也是转得很好。
是的。啊，疯子，刚才那波飞龙去马本座加去的有点太晚了，应该我觉得他的双方飞龙在对峙的情况下，马本座飞龙不应该有机会去救队友的。不过考虑到点位上确实是优势比较的大，马本座跟三四这边相当于离得很近，然后最悲惨的其实就是疯子那个点位的话是可以说整个 Lost Combo 里面我最不喜欢出生的一个点位，是就是这个九点钟主矿到二矿的距离奇远，然后中间还要农民绕一个弯儿，就然后那个被空投的矿后高地的话二三矿同时挨打，就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守的一个。疯子第一波飞龙还赚了点小便宜，但是就是凑合好像没有及时转型，三 B 机爆擦B爆太多了。疯子的第一波飞龙居然要去凑合家里面帮一下队友，导致自己少了两个农民。对，那波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觉得当时如果疯子比较有危机感的话，那个飞龙应该是在家里面守着的，因为就算凑合死两个农民，那边也没有疯子死两个农民那么伤嘛。是。然后三四的话还是从头到尾都打得非常的没有毛病的，也是。贼 P 打贼 P 往往就是一点点差距就拉开了，慢慢会拉开。对，那其实考虑到我们比赛有好多的地图啊，我觉得封凑组合应该要搞一些比较有战术创意的东西出来了。对，像凑合选手的话，之前他是用什么组的呀？神组。哦，也是，他是个神组选手组。哦，怪不得他们用 ZP 组合。ZP 组合的话还是在 Hunter 上面比较的有优势，但是在 Hunter 上 ZP 打 ZP 那其实运气成分比较大了，就主要看点位了嘛。他们选 ZP 的话可能还是因为疯子可能其他种族随机不太稳当，还是选 Z 比较稳当一点。哦，哎，那其实 2v2 啊，人族这个种族是非常的罕见的，就基本上我们很少能看到人族这个种族比较的厉害。像这次比赛的地图里面只有 Scan 比较强了，2v2 的话人族确实太慢了。对啊，那像这次比赛的地图你认为有哪些是可以让人族上场发挥的呢？像黄山，就黄山这一张是吧？人族都比较还可以。哦，啊，铁木昨天那个人族太悲剧了，没有侦查没办法。啊，直接就被针对门口两兵营，感觉很无解。在那个点位上，毒口是必死无疑的，我感觉。其实人族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弱势，你看汉尼拔斯干的人族也很强的。哦，对对。人族也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劣势，其实人族打得好的话，他中后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推进能力，就是给两边压力都很大的。对，应该是如果人族能跟队友出生在特别近的位置，然后两家很容易合兵互相掩护，这样感觉是人族还是比较的有优势的一个种族。但是如果人族一个人去面对两家比较有机动性的敌人的，主要是有高地的地图，其实人族都不弱的。有高地的地图。哦，有高地的，那我们这次有高地的有很多呀，像除了 Hunter 其他基本上都可以有的防守。哦，那你觉得娃哈哈这张导图怎么样啊？导图人族还可以了，我们看一下第三场。对，他们没有选导图，我感觉非常非常的遗憾。这个应该是斗，这是啥图？这是 Python。 不是斗魂，不是斗魂，也不是 Python。 我稍微的看，这是哦，这是那个什么嘛，那个汉尼拔嘛。汉尼拔，对啊，刚说的汉尼拔就来汉尼拔了啊，到现在还没有人选娃哈哈。哎呀，这个彪哥失算了呀。他们应该也是又是选足了吧？看一下疯子也是很冷静啊。对。其实疯子翻盘开始跟 Scan 在打 CS2V2 决赛的也是有过一次大翻盘的，这个星际的比赛也没有说非常的绝对。是的，不过这次没有 Scan 了。好，马本啊，马本说自带冷酷光环。啊，昨天那个我们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就开着手机直播了一会儿，然后334就拿去直播了半天，就拿着那个手机在现场啊的那个桌上去把一桌子大佬全部的介绍了一遍，让观众朋友们敬仰了一下那个中国竞技圈最豪的豪门，就这一桌子人加起来就，基本上你如果绑一票的话就可以，至少入账几十个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的，我们看一下这边汉尼拔还是一个贼 P 打贼 P。汉尼拔贼 P 打贼 P 的话，战术可能也差不多，可能还是飞龙。哦，对，汉尼拔这张地图飞龙加海盗吧，可能我觉得神族有可能会出海盗也有。哇，那是会不会是一个双方空军大战？这样的话，我觉得主要就是看 Z 的这个高地防守了，因为这个地图 Z 守高地，看你怎么守，你是把建筑学造在矿区的那种，
因为毕竟对手 ZP 没有龙骑，都是这个高地很好守，这个高地很窄。一种就是你直接守高地路口嘛，对，就到底是你怎么守，你是把地堡往路口那么延伸，还是喜欢在矿区利用建筑学，如果对手强打的话拉农民，这两种风格。疯子跟马本都选择比较经济型开局，疯子选择了裸双，哦，马本是十二地，都差不多其实。那这边的话双方是仍然是上打下，疯子跟凑合是在地图的上方的那两位啊，然后这双方相当互换了一下体位。三十四这边第一个擦兵已经出来了，然后凑合这边第一个擦兵也出来，看都会去往 Z 的家里去。那目前来说，这场二 v 二比赛的话 ，ZP 打 ZP， 看一下神族科技还是很快。好，两边擦兵相差而过，目前的话，马本的二本很快啊，疯子这边也是接着升了二本。我觉得这个叉叉看能不能跑到 Z 家里面去比较关键，是他在家里面去干扰一下他经济，但让自己的队友那家 Z 就稍微有点优势一些。哦 ，Mino Speed， 马本说他不先狗速了，但是省了100块钱。但是我们看这边疯子家里来了一个叉叉，哦，四条狗刚出来，先插死一个农民。哦，好的，疯子上来就吃亏了。哎呦，这里有点麻烦。是的，三四在等这个叉啊，等这个农民。哦，这个农民能不能穿过去？哎，漂亮！啊，疯子这些小操作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哦，这边好的围剿死了一个农民，是的，但是已经逼迫他出了很多很多的狗了。对，这一步还是有点小赚的。因为这张地图你作为兵力有优势的一方 ，PZ 你是无法进攻的。对，你要是打对方的一个路口。Many dog， 哦，狗好多。像马本这边应该是没有怎么出狗的，所以他说对手狗好多，他觉得对手可能在抱狗，自己的防守压力稍微大一些。对，不过现在三十四也这个时候也在纠缠凑合这一波擦兵。对，刚刚我们看到这波这四个贼佬的比较残血的就是凑合的。看飞龙塔疯子应该会慢一些。对，疯子这里经济毕竟是受到了一些干扰啊。对，但是马本做的则是、啊、差不多，也差不多。马本这边补了两个地堡，他被迫补地堡了。马本农民补的很多。是啊，现在就看二气了嘛，两家在谁的二气下得快。马本现在没有提狗速的话，已经省了100气了。哦，这边三四。三四居然还要做海叉叉海盗。打海盗是很正确的，其实。哦，而凑合方面则是选择直接出了龙骑士。三四这个只要守住自己高地就可以了。对手虽然是兵力很多，但是无法进攻。会不会想打一波？感觉。我其实觉得马本多这个建筑、哎。这里的话打的话不太好。打。哦、我觉得很好啊，就应该打呀。就完全应该打呀。他这个时候打的话，疯子没有配合上，没有跟进。疯子会跟进啊，如果。哦，疯子这边。想法很多啊，我们看一下，直接是要留三十四家里，哇，这个是一个围魏救赵啊，这个吸引调虎离山，这个什么三十六计都出来了啊，对，这个、哇，这一波非常漂亮，直接把三十四给带走，能带走，哇塞，漂亮，他这个时候攻击直接带走，绝对可以带走，是的，三十四没有回救的意思，三十四这边不想回救了，他没法回救，这直接咬基地都可以，是的，这波打的还是非常的有想法的，哇，这一波非常 nice， 我直接爆菊花，直接爆菊，三十四没钱。哦，漂亮！这样的话，三四这个时候直接被带走。我们看一下，现在疯子这个时候赶紧防守，现在使劲补地堡，使劲补地堡，再补几个呀？应该是可以挡住吧？对啊，这哪怕补防不塔也不丢人。只要能够挡住这一波就可以了，赶紧变。变凑合的贼拉子走的贼慢呀，这上高地还得贼拉子走前面。这个高地不容易打上去。对的，两个地堡，他第二地堡还没有变，他可能想要变对空的。而且。队友还来救了呀！对，而且现在只要抱狗就可以了。三四这个时候直接被带走了。啊，没想到疯子这波调虎离山之计打得这么精彩。这个果然学过兵法的呀，这。这马本又开始跟疯子商量下一场比赛地图了。调虎离山，这场比赛非常精彩。现场抱有热烈的掌声。凑合用一个送死流，然后感觉像是要打马本，对，然后导致三四去救马本，结果。疯子没有去跟他配合，直接去打三四家里。疯子狗藏得太好了，其实这波如果不去救马本的话，马本被攻上那个高地很可能就会被打死，因为那些狗太多了，直接攻上去的话，马本非常难防守。这就是我说为什么这张地图守路口不好守，是，就是你如果其实在矿区补三个地堡的话，然后守起来应该会压力小很多，比刚才的这种守路口情况，因为虫族它是没有肉盾的，这样比赛在高地补多少地堡都会被冲上来。这个完全是战术性的完胜，其实他们的兵力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疯子补这波狗，这波战术性的一个打法，
对，就是如果你三四没有把路口让开的话，一切都是扯谈。对，就是关键还是在于你能够把三四那个部队调开。而且三四跟马本以为他们在打马本，所以三四也必然要去救。如果三四假设不救马本就死了，对他假他其实这个是就是你如果不救马本的话，他们就抢冲马本的路口了。对，没错。所以而且但是他们一开始狗就没有往马本路口走，一直在旁边等着，所以说明狗在中场嘛，在中场看你的擦兵的动向，这个确实打得非常精彩。对，这个心理战现在算是展现了一下我们这个二 v 二比赛比较深层次的一个意义所在，这个是战术上完胜哈。希望风凑组合能够大家再力加油啊，把我们的这个把我们这个想评分150,000的两个人打成评分10,000。我感觉是星际其实是没有绝对的，星际绝对是没有绝对的啊，星际绝对是没有绝对的。我觉得星际其实还是有很多绝对的，比如说我绝对打不过马本座。感觉记得早期的时候，星际那个有一个星际三大谜题是这么说的，那个就是第一个问题是神族为什么说英语，第二个问题是从口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口水，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这么菜。神族说英语 ，My life for iron。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比较奇怪，而且后来才发现原来神族居然还分男女，有点像那个那电影叫什么来着，《阿凡达》。就是两个人把辫子可以撅在一起，那个他们不是靠那个辫子来连接那个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叫卡拉，很黄的一张图。铁幕啊。好 ，FX 这边先告诉一下队友我的开局，我们先看看双方。又是1v1，三四跟马本座是左右，对，左右啊。风其实三四跟马本在铁幕上地图，他们其实有过很多战术的。我之前看三四用。但就是穿矿造两兵营这种战术也是非常可取的。穿矿两兵营就相当于我在我这边造个水晶，然后农民挤过去，在对面造两兵营，然后这样的话2-1。对。哦，这个战术听起来非常的犀利。那你这边没有兵的话，自己被打怎么办呀？他也可以防守的，家里。哦，哇，他可以支援队友两个兵营的兵力的情况下，自己家里边还守住一个也可以，就一般放一个，放两个的话自己家里太空了。哦，是这样，那双方应该又是选足了吧？这边 PC 打 PC， 而且是房子探到这里的话就已经确定了，对方是 P 跟自己在一边，对他们都选了足，对，所以现在已经双方都确定了对手点位，两边都是一个 PC 的单挑，那左边的话呢是凑合跟 IPX 这个马本座之间的一个 PVC 单挑，右边的话则是风能三四 PVC 的一个单挑，对，如果这种情况呢，我估计他们可能不太会去。就是说不会去支援兵过去，应该就是说还是先把各打各的，然后可能会出点海盗啊，或者出点空军啊。对，这个两边的一个单挑的话就比较的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四位选手吧，如果桌队进行单挑的话，那胜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如果三四跟疯子一起报名打一v一比赛，我们都会相信疯子肯定是他这种奥维奥地图单挑还不是简单单挑，因为这种奥维奥地图神族都是可以科技的。是啊，你怎么打？凑合疯子这边没有商量好战术吗？由于是现场，可能我们解说的声音比较吵，那选手应该是戴着那种隔音的耳罩，他们互相之间也没法说话，只能打。你龙嘛，你速海盗。哦，海盗还是疯子表示，因为这个地图如果出龙骑的话就没用，龙骑过不去。对啊，只能出空军。对，一定要出海盗，然后你正面还得要跟对方僵持住，不能让他的狗把你打穿。对，那这个地图你觉得单挑的话 PKZ 双方是谁占优势呢？没有，他待会会变成一个空战了，他待会等于双方其实都不太在正面出兵，对，主要都是 C 是想把自己飞龙拖出来，而 P 则是想把自己海盗拖出来，所以双方正面就是逢场作戏，然后一会儿就曲终人散了。他还有一种就是神族如果待会多爆点龙骑也会把对方自己给打死。对，但是爆龙骑的这个过程还是很漫长的，一旦被侦查到的话，自己多抱点狗跟他。对，现在侦查很重要。我们看一下，这边马本是直接升二本了，出飞龙。神族这边三四是 BY 也放下，两边都是选择科技流打法，非常的镜像啊。对，非常镜像。打到这个层次的 RBR 选手，对于游戏的理解都已经是很顶级的了。我们看一下，出一到两个擦兵就够了。一般。啊，马本的狗凑合能不能防得住？马本其实就过来了三只狗来跳。对，马本这边有可能会升个狗速来骚扰一下对方。我们看马本就跳狗，马本作为一个当年统治职业联赛 CVP， 可以说一年这个放的是什么就输几场的人，还没有去放机场。
我看一下他 BY 好了没有，第一时间放机场。马本这边，哎，马本小鬼操作非常细腻，但现在一只都没有死啊。对，而且现在凑合好像，哎呦，凑合这边感觉还好还好，科技进度有点慢了。哦，放下了，刚放下机场。对他被骚扰的还是比较惨的，而疯子这边对于334的一个威胁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大。哦，疯子，哦，疯子提了狗速，好了再进去。好的，这样的话提狗速对于对方压力还是很大的。对，但是疯子因为他只有一个机，出了个龙骑，所以看一下这个龙骑会被围杀吗？这个四只狗有点难为啊。由于疯子他铜卵少，所以他提了狗速，其实狗的数量也不会很多。其实两叉加一龙骑是最好的，这边凑合缺的是纯叉三个叉。啊，四个叉。哎，又出叉。他在省气体，有可能。他气体不缺的呀。他可以下双机场啊，这样的话我制空权的争夺上就有明显的一个优势了嘛。啊，而这边三四则是选择升一攻啊，一个是以质取胜，一个可以以量取胜。三四这边选择了出龙骑了，哇，这个双方的一个 ZOT 的单挑，对，我怎么感觉凑合有点打不过了呀？是啊，马本打凑合的优势显然比疯子打三四的优势要大得多。啊，看来这边单 BG 有点快打不过了，选了铁路这张地图，真的是有点精彩的。哎呀，哦，三四说疯子爆了好多的狗，对。不过他们都有压力，这边两边都有。你看，现在三四已经回撤矿区。对，哦，三四压根就没有提，他没有提红衣弓，他造的是容器射程，他没下机场。哎，被围杀了一个狗，哦，围杀个叉兵。啊。哎，海盗出来也没去动。他被迫补给饱了都，这个太尴尬了。一个单基地七单基地的虫卵出狗的虫族，把操作给跳死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满本做操作确实是好，好找到了这一波。这三次意识非常好，疯子藏狗被三次完美的发现。待会疯子有点挡不住三次的正面了。嗯，有点。看一下这边，哦，哎呀，还有拼飞龙，满本做相当于一个人跳神族跳的贼惨，然后他的飞龙还能够支援自己的队友。啊，这边这就发现了这一波狗有点自欺欺人的，他有点道理。他这个时候要往里面走吗？但是自己正面有点难打。是啊，这个正面过去怎么能够活下来呢？而且这波狗溜的，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任何的效果呀。三四凑合那边终于解决了马本的跳狗，刚刚看狗已经死光了。现在三四这个时候这一波打疯子，疯子有点挡不住啊。对呀，疯子虽然有飞龙，但是。就算能守住，应该也会吃大亏。而且马本的飞龙还没来呢。三兵暴龙骑的。马本的飞龙现在是可以去支援队友的，因为凑合对马本地面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凑合，对，凑合可以支援海盗。我们把这一点刚刚给翻过了。所以疯子这边防守的话，在制空权的争夺上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关键还是在于能不能打赢对手的地面部队。疯子仅凭两个位置一般的地堡，而且飞龙已经被输出了。海盗走了吗？对，海盗上啊，海盗对队友有误伤的，所以必须得操作的。但是这边地面打不过。对，而且疯子飞龙不管输出，这边马本都飞龙贴得非常死，只要他跟队友飞龙贴近了的话，海盗船就不敢打，因为会有队友爬上。强点掉了两个龙骑。哦，还可以吧？这波打的，我觉得疯子跟凑合的操作配合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哎呦，这边我看马本也是有点危险。凑合，这边疯子好像放弃自己主家了。啊，就是这么放弃了？他想去直接把马本座打死。哦，他这个时候是要去打马本座，打死了。哦，马本座家里面有一个防空塔，然后飞龙的数量也还是有一些的。哎，这里凑合的海盗船要被全部追死了。哇，他的海盗船一旦全部死光之后，他拿什么去打马本座呢？这样的话，疯子已经是个死人了，而且疯子所剩下的飞龙数量似乎，也不太多吧，可能最多就是五条，已经是很乐观的估计了啊。实际上只有三条。像马本应该是可以守住的。对啊，这个守住还是非常轻松的。他的飞龙加刺杀明显的。他造了个防空，马本。对啊，这个就算对手带着海盗船来，现在也打不死马本座了。是。嗯，然后随着疯子的死亡，三四这边可以尽情的发挥了。他甚至给几个农民过去在马本座家里面狂修地堡，或者帮他修兵营，在那边直接出兵了。这我觉得凑合已经，他作为一个出海盗又没有任何作用的神族，凑合机器起不到任何作用了。机器，好的，恭喜三四和马本进入决赛了。嗯，可以来争夺，现在进入决赛至少是80000保底了。啊，两个人可以现在考虑一下40000块钱怎么花，每个人。对。啊，说到这个奖金，我们比赛的话，明天也是会放过来一个100000元现金大奖，就摆在桌上。嗯，这个
还没见过100万是什么样子啊。对对对，这个应该是很恐怖的。我彪哥说他当年亲手提过200万的现金啊，我觉得彪哥真是好有力气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可能有很多想来参加一下我们星际一的2v2水友赛。那我们水友赛呢，现在在门口的这个仙道兔可以报名，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不管已经报过名的还是现在想报名的朋友都可以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呢会加入到一个选手的群里面来，到时候明天打比赛的那个时间会通知给大家的。嗯，啊，这个水友赛是有奖金的，第一名3000块钱，第二名2000，第三名1000。目前报名的人数其实非常少的，所以这个奖金是特别好拿。对，而且彪哥表示对这个比赛比较有兴趣，他可能还会亲自下场。就冲着跟彪哥打的这个机会，我觉得大家也应该使劲报名，而且绝对不会有高手啊！这个比赛只要我认识的都不让报名。那个之前什么霸王枪啊，好像还有，还有谁来，反正都是这种比赛报过名的人都不让去啊。对，是可以说是大家菜鸟的乐园呀。而且还可以在选手区用他们的刚才打比赛的电脑一起来玩。对，参加线下赛的水友可以在门口扫一下二维码进行报名。好的，那么接下来会为大家直播的是星期二的半决赛的第二场，是由 Rogue 打 Nib。在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先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会为大家带来星期二的直播，一会儿见。好。자, 지금 잘 잡아내고 있는 그림이고 질러 살리면서 와 깔끔하게 잡았습니다. 질러씨 워낙 받으니까 진짜 저 돌격대장은 질러씨 안 돼. 자, 지금 앞단 서야죠. 그리고 뒷자리 들고 아이템 블로 세이버기 초 자, 저거 잡았어. 자, 저거 질러씨 들어요. 질러씨 막대 예, 허기 오신 분이야. 허기 오신 분이야.
짓고 예. 전진 게이트가 있는 게 아니거든요. 예. 마치 와 보니까 되는데요. 예, 그런데 지금 이 전진 뚫렸어요. 배터리까지 지키는 했습니다만은 지금은 드라구를 때려주고 있는 이런 상황이고 그런 멘칭이 저만의 그런 모습이다. 이거 지금 눈에 보이는 것만 발배로 정우전도 이렇게 안 하네요. 어차피 뒤가 없습니다. 이거 만약에 네, 막혀버리게 되면 팩토리가 많지 않은 이런 상황이 있어서 머리는 괜찮아. 우버나무는 아닙니다. 리버터졌어요. 그때 더 쉽게 밀어낼 수 있었을 텐데 예. 자 점점 예, 구원됐거든요. 리버 없습니다. 리버 팩트가 줄었기 때문에 리버를 위협할 만한 인식이 바이오닉밖에 안 남게 돼요. 그렇죠. 리버 왕의 마카닉으로 끝내보고자 했습니다. 아, 상대 대비해서 상대 집던 파일런 취소하고 캐논 바로 지어도 예, 그리고 기절을 짜서 게이트 게이트 예, 그건 둘이 때려들어가면 저 캐논이 파괴가 된 건데 서로 낑기는 바람에 저는 캐논이 모아서 캐논라인 뚫어내기 위한 움직임을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여기서 배터리라도 살려야 되거든요. 캐논을 깰 수가 없어요. 깨고 배터리가 깨지기 직전입니다. 계속 와, 이거까지 아, 이건 이 건물 캐논 하나님 버텨주면서 여기서 해처리를 깨죠. 예. 아, 예. 아, 정도로 지금 아, 프로포스가 화를 참았어요. 그러니까 저희 입장에서는 아, 들어와 들어와 하고 있었는데 아까 같은 상황이 나오려 보니까 그냥 반 그어놓고 좀 샤워만 시키자. 와 드론이 그냥 싸그리 없네. 이게 먼저 쪽으로 가는 것보다 군대가 속에 차 스커지면서 네 스커지가 먼저 들어가면서 내렸거든요. 자 여기 백콘이 나가면 준비하고 있는 모습입니다. 아 네. 이게 벽들이 아, 건물을 통해서 여기 다 나가나서요. 예 그렇지만 건물을 어찌됐든 이 정원이 아래쪽에 정원이거든요. 네 평영 머리 위쪽에다가 내려서 평영 머리 위쪽에다가 내려서 캔트 진짜 줄여도 나쁘지 않아요. 아래쪽에 서플도 지금 깼고 예 이게 병영도 예 병영도 좀 들어야 되거든요. 네. 자 눈에 보이는 패스 한 무대 이제 들어야 되는 입장이다.
11시 아까 말씀드렸다 시피 11시와 본진 가장 넓은 범위를 흔드는 겁니다. 그렇죠. 이게 진흙탕 짱이거든요. 흔들림만 네. 지속적으로 쓰다가 그렇죠. 울타로 넘어가면 경기는 끝난다. 기본적인 유닛 정글링으로 저희 하이테크 유닛들은 단점을 갖고 있어요. 변경 격도 주요하면서 다원에도 피해를 주고 있거든요. 제이제 지금 당장에 그 로코 마트 수령이가 쉽지 않기 때문에 야이땡아래로 체력까지 높아있죠. 체력까지 높아 아래쪽으로 시선 돌려놓고 아래쪽으로 시선 돌려놓고 뚫어야 뚫어십니다. 자본질 소중하거든요. 여기 지켜야 돼요. 그리고 6시 확장 지역적으로 공격 달리 이뎀에서 저그가 이영호를 상대를 하는 이런 그 모습을 여러 번 보여줬지만 한 선수 최대 앞피창태에서 본체 중에 날아들어오는 류파스를 못 막았기 때문에 손에서 공간 확보가 안 돼 있는 상태의 이영호라면은 손해를 입을 수밖에 없습니다. 네, 구성자들이 하나씩 끌어내고 있고 무조건 손해죠. 무조건 손해입니다. 네. 이 병력 조합만 깨면은 이영호 선수는 공격할 기회가 생긴다는 건데 네. 병력 한천지 못하게 김민철 예, 그리고 없는 상태가 됐고요. 네. 네. 계속 들어와서 우주 주력 병력이든 예. 와. 꾸준하게 저글링들 보강을 해주고 멀티도 멀티입니다만 꾸준하게 저글링을 보강을 해주면서 여는 가운데 경력은 랠리가 아예 이쪽으로 지켰고요. 네, 지금 저도 합니다. 1경기 내 주먹이 두 번째 경기마저도 12시 역쪽 12시 역쪽을 지금 숨추고 있어요. 네, 저도 안심을 했었던 것 같습니다. 멀티가 네. 온 것 같은데 이경기 여기에다가 전승기 줄합니까? 네, 네. 마태가 빼고 있네요. 그냥 GG 예. 나의 GG 房子已经动起来了，很巧妙的，右边已经空投装机了。对，这是双线从最左边到最右边，哇，太骚了，简直太骚了！为什么这么骚？哎呦，这女人机甲死了，这个乐克还有一个呢，无敌了！这里又一个乐克，我太牛逼了！我操！这波小哥四线刚才打了，经济好像瞬间要崩盘。这个场面非常奇怪，50人口的虫族推着200人口的虫族。这么多雷车去进行骚扰的话，正面有点危险了。正面稳住啊，正面才是关键，正面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怎么办呀？音效失大了呀，哎，团队死光了，估计看能不能操作一下，换点龙骑，炸龙骑中心，啊，给了个保护罩。嗯，那我们选手的 EMP 放的不太准，但是保护罩还是很舍得给。这个雷埋的漂亮，雷埋的漂亮，雷埋的有点四块钱的风范，但埋雷救不了中国人呀。哇，这个燕皮、爽了爽了爽了、你看这是一个燕形阵，就像大雁一样，一会儿排成人，一会儿排成一、要翻了吗？要翻了吗？我觉得神族冲这一波这边要翻了，冲的话真有可能要翻。神族雷达，雷达给的很及时，漂亮、看一下这波的战神燕形阵，这一波从头往里推打成一个半人八两。哎，又卡了吗？没有没有，神族打赢了。这波还是缺雷车，对，听到雷达声音之后能知道作为一个人族想打在哪。结果一看，哎，你看这个建筑学，你哇，浩哥你得学了，这个建筑学太牛逼了呀，我们差点看死了。哇，先试试枪法。哇，这个太吓人了，这个示威啊。哎呀，死，赶紧取消啊。哎，好，取消怎么办？
魔怔者有各种细节还是都到位的。三个，还有一波这波出事情了。哇，这一波十一个，这一波打了八个，对，还是不稳。哦，这个雷又是啊，没错，这一波只能人身。这场是 Q 十二，哎呦，这边这个雷坑好像从正面绕过来的，还是这不是桃子那两个吧？是桃子那两个吗？不知道，杀了好多了。哇，这波双线打下来，魔怔直接崩盘。他里边带着两个 Loki 太子负重了，第二房子能不能投下来？哎呦，投下来了吗？主矿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下来？下来了，下来了。主矿那是两个、三个、怎么会有三个的？哦，是两个，两个。哇，这个阵型太爽了 ，Loki 瞬间砸了一对机枪。哇，这是救不下来了，两个机枪没站的位置太糟糕了。哎，能不能下线顶住？顶住！没顶住是？哦，没有雷达了，刚才最后一枪没开出来，用农民上去摸他。摸呢，看他，抱他，农民上了，你回去看了一下，十五滴血，十二滴血，终于解决了。这边多少？哎，四六，这边是九。正面，打到九点钟了。哇，这边，牛哥把机枪兵放在了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唯独没有守自己的三矿了。是啊，刚才门口不是有波机枪吗？怎么那么他的一波发力，感觉牛哥突然死亡了呀？这里还有个海盗呢啊！那一只刚飞来碰到一个海盗，心里是什么想啊？又碰到龙骑，啊，应该想打机器了这一波。不一定啊，这龙骑打不过机枪兵啊，机枪兵好多呀，但是没有护士，护士呢？哦，有一个护士，不是战术好强啊！哇，啊、这个机子好。好像狂狗已经好了，这个三对狂狗 A 过来，我这边哇 ，A 也被打中到地堡了，这满了毛毛都的地堡，一把剑，哇，这把剑如果下二十六个呀，这都下了二十六个呀，两对多的狗啊，就被一个点点给打死了，哎呀，这太贵了，二十八个。啊，这波 AP 打不过，哎呦 ，AP 很骚啊！他是部队往后拉，然后用电先消耗你的狗，然后再用子弹子换你的牛，子弹换牛肯定是很赚的，只要能换掉，就我再生产就行了。这一波长足一百，跟神族一百六的部队打了一波，你看，人家都已经杀到你眼前了，副矿不忙，先把你气矿打了。哇 ，AP 这个细节，你看这子弹子跟农民永远打的是同一个目标。这个操作太细腻了，我差点以为是毕老爷刚才那一擦呢，这个细节太漂亮了。哦，甩得很漂亮啊，这是甩得漂亮，哦，我的这是怎么甩得这么好呀？怎么是这个怎么五点一次啊？哦，眼前一亮，确实是眼前一亮。哇，你看散弹是甩尾，这太屌了！这个火星的单手过来甩飞龙，绝对没他甩得好。这才几条飞龙啊，甩得这么漂亮吗？你有这种飞龙操作，你放什么狗啊，大兄弟啊！直接弹了两击，飞龙甩起来啊！他上把就是这么想的，结果就被打死了。这波不管了，前线这一针就你打人，只要机枪兵把弹围住。不足就没办法了啊！后面一波又来了，一把雷达撒过，雷达呢？好的，雷达给的稍微慢了一点点，不过无关痛痒啊！这一波带走了，箭在弦上了，必须要传，挂了吧？一出悲剧，呜呼呼呼，原子弹啊，死得好惨的！哎，我没有，第一时间炸完，我就已经是很幸运了。哎，正面是什么？在人族的部队上方的那个，难道是一个阿维特？哇 ，boss， 这个细节太漂亮了！这波觉得直接可以往前推了，一半部队已经是废了，已经。这波超人还是敢打，这么有自信啊！我看一下，这波确实雷达给慢了，坦克也架慢了，而且 boss 还有一波后续没到。你看超人这个后期打的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冲阵真心强啊，真的强！我现在有点。啊，这个机会简直是稍纵即逝，人族可是这波是人族两攻两百人口的部队啊，两百人口跟神族两百人口，而且三个阿比特一个魔法都没有放出来的情况下。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是星际争霸二的半决赛的比赛啊，
半决赛的比赛是这个逆补要挑战的是肉葛啊，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逆补来说的话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场比赛了。对，今天这场半决赛来说的话，逆补已经是唯一一名非韩选手了，其他三个都是韩国选手。对，而且小黑肉已经杀进决赛了。对，肉葛在昨天的比赛中啊发挥得非常不错，以一个小组第一的比赛成绩啊拿到了这个出线权。昨天没有输，全部打的是神族，所以我觉得他对 ZVP 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战术，我觉得手肯定是热了，但就是战术准备也有可能暴露给逆补了，就是肉哥到底会怎么打。但肉哥这个选手的话，他的 ZVP 其实对很多选手来说都是很难受的，因为他一波的战术太多了。没错，今天其实一共是有两场星期二的一个转播，一场是这个半决赛的一场比赛，然后接下来的话会在晚上三四名的一个比赛，大概可能是在六点多到七点钟左右，差不多这个期间。因为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会有一场星际争霸一的一 v 一，还有一场二 v 二的一场比赛，然后结束之后的话就是三四名的一个比赛。三四名的话会有吕布，因为昨天输给小黑人嘛，所以他今天晚上还会登场，会跟这场比赛的一个败者进行一个对抗。这场比赛其实说实话，我还是蛮期待逆补获胜的。虽然决赛可能 PVP 不是那么好看，但是非韩选手只要能够进决赛的话，我都还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不管谁混都可以吧，主要是双方打得精彩一点就好。对，当然肉哥进去的话打小黑肉，我估计会比赛会相当精彩，但是可能会短平快一点。好，这边进入到比赛当中，我们看输点位，这边红色的神族选手就是 NIP， 来自于美国的神族选手，是出在了右下角的四点钟的位置。左上角蓝色的虫子选手就是来自于韩国的金二战队的 Rogue。 两位其实都是去年成绩非常好的选手，Rogue 是去年拿到了 BlizzCon 的世界总决赛冠军，并且是拿到了今年的 IEM 的世界总决赛的冠军。对，连拿两个世界总决赛冠军。而这个逆补的话是去年的四战 WCS 拿了三战的冠军，但可以说是非韩最好的选手。对，今年好像逆补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对，哎，封一下今年逆补，因为之前是在之前的那一战啊，是那一战叫就之前的 WCS 那一战没有拿到冠军，是被 Zero 拿到了。今年的整个表现的话是欧洲的 Zero 可能会表现好一点。但是也不得不说，逆补其实不管他怎么样，他还是顶级的神族选手之一。没错。好看开局啊，逆补先干扰了一下小黑肉，干扰一下肉哥的一个开局。逆补自己反正就是一个单兵的一个双开。单兵双开没有任何的问题，上面影响一下你采矿。裸双啊？没有，兵已经好了。哦，兵好了。单兵，然后 BY 好像顶外面。肉哥这边直接。三开，因为被影响了一下，他所以只能血池三开了。这些影响其实不重要。对，对于这样的顶级选手来说，这些小的一些影响啊，不太影响他们自己整个节奏。对。好，这边绕一下，差不多等你狗快出来，我就走了。看逆补这个 BY 好了之后的科技是什么？一般来说应该是 VS， 对 VS 的概率比较高一点。对，现在 VS 比较成熟这套体系。还没下吗？还在等科技。先第一个使徒压制，应该是气不够吧？他只有100气，气不够。那应该是 VS 吧，157可能甩 VS。这个 VS 其实相对来说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对，他是保证自己有两个使徒的同时，而且并且出了第三个追猎，他还没有甩科技。难道他是强行压制的一个开局？这强压制如果压不到东西的话就很难受，而且肉哥的狗出很快，爆了很多狗啊！对，哎呦，这个我觉得，哎，肉哥爆狗了。所以我觉得他这套。压制这套想法其实是错的，还没有放科技啊。肉哥这个狗他直接三开吗？肉哥的这个狗的数量是要直接要吃你两个使徒的。哎呦，这飘不走了，尽量的换狗吧。上来看到肉哥抱了那么多狗啊，换掉你两个使徒，应该是要直接三开。
打那么偷啊？你不蛇月前期还是吃了一点亏的。这种开局来说的话，其实逆步并不好打。对，不过逆步因为之前一直没放科技，他的经济还是不错的。对，但是他前期还送了点兵啊，所以说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对于肉哥来说，他看他怎么判断。但这张图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肉哥判断错了。这张图有个好处是什么？就算我送了我自己的这个两个兵，但是我不影响我三开。这张图可能他是这样考虑的，所以这张图他是选择了一个强压的开局。肉哥判断有些失误啊，就他就判断 VS 开，然后看这个 VR 的进度，他觉得应该是 VS 然后 VR VC VT 的一个和球的骚扰。看肉哥这边怎么弄，放蟑螂草。怎么说呢，肉哥打的还是就从运营的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偷的，包完两个使徒之后农民数量已经刷了很多。对，他还在造防空啊。逆步是补了一个不朽，然后继续的不命。逆步的这个运营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常规的一个开局，他其实也有点偷经济。看到不朽，现在主要是肉哥有点没摸透对方在干嘛。对，好，走一下，这样的话双方还是能够顺利的打到中期，这个没什么问题。换一下凤凰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啊，因为好爆一波狗也绕不到东西。对，肉哥也没有说 他下面这波兵绕出去他可以回城的，直接回城吧，当然也可以吃一点，因为他有两个立场。对，继续用这个幻影凤凰侦查。现在这个幻影凤凰侦查的话就不能够再往前压了，你没有立场了。好了，差不多可以回城了，但他也走回去了。他走回去了，走回去然后合个兵，然后直接把四王开了，出闪电把这个局势啊拖到一个中后期。逆补这个运营真的有点偷啊，我感觉。他偷出来了。对于肉哥来说，直接转飞龙，就看他幻影凤凰能不能看到了。这个飞龙塔其实还是挺妖的，对，这个位置放得还不错，双方的这个运营啊都非常不错。好，继续进来侦查，看到你没有 VS 科技，这个飞龙是有可能会转得到东西的。对，好，肉哥开四基地，你不也开四基地，就看这波飞龙了。哎，两个，但这样骚的话，我感觉是，你很难判断得到是飞龙啊。判断不到，基本上判断不到。难道你不要打一个 timing？ 这个 timing 没有吧？他不是打 timing， 他是在家里面猥琐防守。没有压了呀 ，timing 出来了。哦，没有，没有，没有。压不了的，这个压。哎，不过有个好处，他这样骚的话，你飞龙一定要先解这个人境。那也是啊。对吧？你一定要解这个人境。哎，杀！你只要截这个冷静的话，其实你对于这个逆步来说，你就有一个防守的空间。哎，这一下按11条飞龙的话，就有点多了。如果肉哥打得好的话，是因为飞龙直接进家，不应该去截冷静的。对，因为他的这个家里面有蟑螂的防守，所以说问题不大。现在我觉得逆步遭中了这个。看逆步在这个时候飞龙出来那一刹那，我会不会去骚扰？人家能不能看到飞龙？看到的话刷一排追猎还能守。难打了，难打了，这波飞龙出来了，直接要去家了。这肯定去家了，而且他正面是蟑螂直接顶的，他直接打一波，这波打不进去吧，打一波我觉得没什么前途。你不，关键是刚刷四个兵营，而且攻防也不是很高，他晃了一下飞龙直接过来了，完了，飞龙进家了。这个飞龙至少是20个农民起，飞龙进家了。哎，这什么情况？哎，哦，有个宝，有个宝，再点一个电池，还行。好，家里面开始刷追猎，还行。其实他，我觉得肉哥运气有点不好，他其实不该直接去主矿，他去三矿，我觉得就打穿了。
这边尽量的打一点兵。哎，这个无所谓，这已经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对，这边随便打。好，这边刷一排，刷一排追猎，这边直接顶他，因为这边有四个白球。嗯。下面我靠一个地堡，靠一个电池，可以救一会儿。哎，飞龙没打到东西啊，没打到，没打到任何东西。闪烁在身，这个时候你不急了。对，闪烁身完再上。对于肉哥下面还是要死农民，就很尴尬。这个局面他只能通过待会儿的这个蟑螂狗毒豹这样的一个组合去跟他要靠。